我们来看那个破碎，人的破碎领得出来。第二章，为破碎以破碎后，对啊，我先开始读。外面的人破碎，乃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基本的经历。神需要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才能使我们为他所做出有效的工作。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他做工的时候，有两个可能发生。第一个可能是因着他外面的人没有破碎，他的灵不动，他的灵出不来，他的灵发不出能力，而这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在那里做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的思想在那做工。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他的情感在那里做工。这样的工作不能使人遇见神。第二个可能是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被分开，他的灵出来的时候披着思想而出来，或者披着情感而出来，这就是掺杂不干净。这样的工作使人在经历的时候也会有掺杂不干净。以上两种情形都使我们不能好好的侍奉神。这样的活着的乃是灵。我们如果要做有效的工作，有一件是我们必须有一次基本的承认的，就是叫人活着乃是灵。这个问题我们今年不解决，明年也得解决。我们信主的第一天不解决，十年之后也得解决。我们迟早总得承认这个事实。有许多人需要被带到山穷水尽的地方，需要在工作上只有虚空的成就，结果才知道许多的思想都没有用，许多的情感都没有用。思想无论能得着多少人，情感无论能得着多少人，结果都没有用。我们迟早都要承认，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只有灵能叫人活，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思想也不能叫人活，就是你自己最好的情感也不能叫人活，也只能因着灵而活。主的话总是事实，能够叫人活的乃是灵。许多做主工的人，经过很大的痛苦之后，经过很多失败之后，才真的看见这个事实。因为叫人活着乃是灵，那不是立志灵啊，错了啊。所以只要让灵出来，罪人才能得胜。只有让灵出来，信徒才能建立。重生是灵传递生命，叫人得生命。建立是灵传递生命，叫信徒得建立。没有灵就没有重生，没有灵就没有建立。有一件事是最奇妙的，就是神没有意识要将他的灵和我们的灵分开。在圣经里有许多地方不能分别，那个灵字是指的人的灵说，哪个灵是指的神的灵说的。这件事许多精读希腊文的人都没有法子分别。历代以来所有翻译圣经的人，从德国的路德、英国庆令本听经上的译者一直传下来，都没有法子确定新约里面这么多次的灵字到底哪一些是指的人的灵说，哪一些是指的神的灵说的。罗马书第八章恐怕是圣经里面用灵字最多的一章。谁知道罗马书第八章里有多少灵字是指的人的灵说，有多少灵字是指着神的灵说的呢？翻译圣经的人译到罗马书第八章，只好让人自己去看，是指的灵，人的灵，或者神的，是指神的灵。英文圣经翻译 Pneuma 是希腊原文的，是 Pneuma 灵这个字，有的是大写，有的是小写，许多译本都不同，没有一个人意见可以作为定论。因为圣灵和人的灵实在没有法子分开，我们得着新的灵时也得着神的灵。我们人的灵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灵里。但是我们要分什么是圣灵，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灵，就不容易分。圣灵和我们的灵是有分别，但
是不容易分开，所以灵的出去不只是人的灵出去，灵的出去也就是圣灵借着人的灵出去，因了圣灵和人的灵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在名词上虽然可以分别圣灵和人的灵，但事实上就没有法子分开。灵的出去就是人的灵出去，也就是圣灵出去，人摸着你的灵也就是摸着这圣灵。如果你使人摸着你的灵，感谢神，神的灵也给人摸着了，你的灵给把神的灵带到人中间去了。神的灵工作时要用这人的灵把它背出来，就如电灯的电并不像天上的闪电那样走法，电灯的电是借着电线走的，今天不只有电力还有电线，是电线背负这个电力，在物理学上我称它叫电荷，荷的意思就是背负，你如果使用电你就需要有电线来荷它背它，神的灵也是这样，他要使用人的灵来喝圣灵，接着人的灵把圣灵带到背到人中间，每一个蒙恩以后都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一个人能被主用和不能被主用分别不是他的灵，乃是分别乃是在他外面的人，有的人的难处就是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在那里没有一条血迹的路，在那里没有窗口，没有伤痕，结果神的灵拘禁在人的灵里，没有法子出来。有时候我们外面的人动了，里面的人没有动，仅仅是外面的人出去，而不是里面的人出去。好，稍微停一下，明不明白？那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说很奇妙，就是圣经里面每次讲到灵 pneuma， 我们整个圣灵论我们叫 pneumatology， 灵唯有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每一个作者在讲到灵的时候，他是不分人的灵还是神的灵的，因为从一开始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没有意思要分开，上帝最终希望人的灵是跟圣灵合而为一，很多时候圣灵跟我们不合而为一，因为我们贪差太多，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放进去，我们很主观，我们把自己的感情放进去，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放进去，使到圣灵不能出来，明白啊？ OK， 来审接下去几个实际的问题。几个实际问题，我们从几个实际问题来看，像讲到许多时候我们在那里讲，很热切的在那里讲，真是讲得好，头头是道，但是有一个难处，就是里面是冷冰冰的，想感动别人却感不动自己，外面的人在那里做，里面的人不加进去，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一致，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不一致，外面的人热，里面的人却是冷冰冰的。我们能对人说主的爱多大，但是我们里面一点没有感觉，我们能对人说十字架的苦难多惨，但是我们回到房间里去会笑，这种情形真是没有办法。原因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统一，外面的人在那里做工，里面的人根本没有动，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种情形，是思想在那里做，不是灵做，是情感在那里做，不是灵做，是外面的人在那里动，里面的人没有动，好像外面的人在那里表演，里面的人在那里观看，外面的人是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是里面的人，两个不一致。另一种情形就是里面的人非常热切，里面要喊但是说不出来，说半天像是兜天圈子，里面越急外面越冷，一直要说说不出来，看见罪人里面巴不得哭一场，但是哭不出来，里面有一个迫切的心，上讲台的时候要喊出来，但是外面不知道说到哪里去了。
这种情形是我们感觉痛苦，这也是因为外面的人没有破碎，里面的人就不能出来的。外面的什么啊？客子还在身上，外面不听里面的指挥，里面哭了，外面不哭；里面难受，外面不难受；里面充满了意识，外面的思想不给你传出去；里面有感觉而冲不出去，灵没有办法冲过外面的客子。这些情形乃是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时的情形，或者是灵不动，外面的人动，或者是灵动，外面的人把灵拦阻了。所以外面的人破碎乃是一个随时侍奉神的人的每一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哪？第一个功课，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基本的学习，就是叫里面的人能够通过外面的人而出来。每一个真实被神用的人，乃是外面的思想不单独行动，外面的情感不单独行动，而是里面要出来的时候，外面能让他出来，灵能让外面的人冲出来，达到人身上。这一点，我们如果没有学会，我们在工作上的功效就有限得很。盼望神把我们带到外面的人破碎的地步，盼望神指引我们一条路，使我们知道怎样能够在主面前成为一个破碎的人。可以站在这里啊，你看啊，尼错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你看他的灵，他的对我们关于人的破碎而灵的出来啊，他不是讲一种邪说。我也不希望你们读了这东西，但哦，这个很好，很有道理，但是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这个是他讲的出来所有的经历，是真正把我们所有的人的经历讲出来，因为他本身也是经历，他写了这本书是充满的经历，而不是邪说。最怕是人家在读这个东西说，对呀，讲得很有理由，那讲得很道理，但是跟你没关系。这个是要经过对付的，你外面的人需要被对付。OK， 来接下去啊，一个人一被主破碎，自然而然再没有表演的事了。外面很热闹，里面不动，这样的事没有了，是里面有感觉，里面有话，外面就做，也绝没有里面也要哭，外面不哭的事，绝没有里面有意思，外面在那里绕圈子，一直说不出来的事。思想的贫穷不会发生两句话能说出来的，不必用20句话来说。一想，思想会帮您的忙，思想不会拦阻您，情感也是一个很硬的壳子。许多人要喜乐不能喜乐，要哭不能哭，外面的人不听他的话。主如果借着圣灵的管制化者光照，把我们外面的人重重的击打一下，我们感觉喜乐就能喜乐得出来，我们感觉忧伤就能忧伤得出来，我们里面的灵就很自由的出来，一直不受拦阻，一点不受拦阻。OK， 暂时应该就这样。你看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再去跟人家做探访啊，做布道啊，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啊，或者我们劝勉一个弟兄啊，一个姐妹啊，我们兜很多的圈子啊嘛，我们用很多的话啊，但是如果你的灵被磨着，你的灵是奉献两句话就够了。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也跟你们分享过很多，我就这么多的经历。有时候我在祷告，主人给我一句话，圣灵给我句话，摸着他是，你跟我去祷告一样，他没有 touch 了，他觉得他还在对你有 defend， 有两种，有抵抗，有防备，说你他抵抗。但是如果让灵来做工，你只要讲那个真正一句话，那个人就被你摸着。给进来去啊，对。外面的人破碎，使灵能自由的出来。灵自由的出来，不止在工作上有用处，它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上有用处。灵如果能出来，我们就能继续不断的与神同在。灵如果能
灵如果能出来，我们就自然而然会摸着圣灵里面的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的默示的灵。灵如果能出来，我们也自然而然能用我们的灵来接受启示。灵如果能出来，就自然而然我们的做，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或者传说神的话语的时候，用神的话来服侍人的时候，就是做话语的指示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用我们的灵将神的话送出去。还不止，如果灵能出来，自然而然我们能用我们的灵去摸别人的灵。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说话的时候，我们的灵能把测量的出来，他们是什么种的人，他是什么种的态度，他是什么种的基督徒，他的需要也是什么。我们的灵能摸着他的灵，我们的灵如果自由的释放的，就自然而然别人也很容易摸着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很容易给人摸着，有的人我们只能遇见他的思想，只能遇见他的情感，只能遇见他的意志，却摸不着他的灵。有的人我们和他谈三个钟头，我们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但是摸不着他。他外面的壳子很厚，别人没有法子摸着他里面的情。外面的人的破碎能使灵流露，能使人敞开。我们的灵敞开，就容易被人摸着。所以你看到没有，那这个是一个很全部讲的都是很 practical 很实在的生活在里面。你看，如果你的灵被释放出来，你一个人破碎的，你就能很容易去摸着对方。你对呢？那个人不认识，你都去读那个人，他几岁啊？有什么背景啊？读他做什么工，你不去了解太多，但是你就摸着那个人，他需要什么？很多时候我的讲到，我是在准备讲章，我准备讲章，但是准备好，我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准备好了，但是对我来说不重要了，因为我不知道会场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样，我要到现场之后，我才感受到现场需要些什么，我才把那个道讲出来，而不是我准备几个小时，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我浪费4-5个小时在准备讲章，我反而会花4-5个小时在祷告，而不准备讲章。讲章对我讲，准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够了。去到台上，你才知道那一个场所，那个每个兄弟姐妹的需要，你会摸着那个人，也会摸着你的，所以你就能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他们，他们也领受上帝的意思。OK， 明白哦。接下去美云。出气移回来，外面的人如果能破碎，自然而然人的灵就能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有一位弟兄信主第二年的时候，他读劳伦斯着的《与神同在》那本书，读了之后感觉非常痛苦，因为劳伦斯能继续不断的与神同在，能一直享受神的同在，但是他不能。那时他和另一位弟兄就定规每一个钟头有一次祷告。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圣经有话说，要常常祈求，他们就改做时时祈求。他们每一小时都祈求一下，每一次听见敲钟就祷告一下。地门因为一直他们啊，错了，改一下，不是地门的，他们因为一直觉得不能维持神的同在，所以只得尽力量多回到神面前来。好像做事的时候人出气了，需要赶回到神面前来；读书的时候人也出去了，需要赶回到神面前。不回来就变着整天出去了。他们常常祷告，礼拜天整天祷告，礼拜六半天祷告，这样一直维持了2-3年。然而难处在这里，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是觉得是感觉神的同在，只是一出去就失掉了。这不全是他们的难处，也是许多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靠着人的记性来一直维持神的同在。这一种的与神同在是记得的时候就有同在，一忘记同在就没有了。这一种用记性来维持神的同在是愚昧的，因为神的同在是在灵里，不是在记性里。你暂停一下，那如果你们读书的时候啊，这样的方法，你们会跑掉吗？对呀，啊，给哪一本书哪一张纸啊，才会跑掉啊？我们会老花眼的，我们会怕叫的，然后啊，看漏眼啊，这样啊。OK， 另外啊，那这里又讲到一个情况了，就是说，我们常常哦，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维持。那如果你常常要维持这样，哎呀，我不能，我今天跑去外面太多时间，五六小时，我没有跟神，我没有祷告，我没有跟神亲近，我已经离开上帝同在，我又要赶回去啊！你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拜神的一样嘛？当神你放在家里嘛，你要赶回去拜神，你要赶回去庙里拜神嘛？看到没有？那上帝的本意并不是我们要哦，我们就是用记忆或者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的祷告，一直停留在那个祷告里面呢，在房间里面祷告才感受或者享受神的同在啊，就啊离开了就不是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用的方法啊，这也举出来了。但是你讲是享受随时随地，我可以随时随随地，我并不是夸张，也并不是骄傲，我可以随时随地享受上帝的同在。就像我在做工的时候，我也能享受同在。怎么样呢？怎么样去找出这个人呢？我们去读下去。Next 啊，要每一句读下去。要解决与神同在的问题，就是先解决外面的人破碎的问题。我们的感情和神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连在一起。我们的思想和神也是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连在一起。约翰福音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性质是什么。神是个灵，只有我们的灵和神的同在同性质的，只有我们的灵才能和神永远和谐。你看呢，啊？我已经在，如果你还记得我上一回我有跟你们上过一个课程，叫做如何被圣灵的灵，如何被圣灵领导。这个课程里面我已经讲过了，上帝不会跟你的思想谈讲话，上帝不会跟你的情感讲话，上帝跟你的灵人讲话，还记得吗？这里是一讲。所以我们常常用思想去了解神，用思考去明白神的事情是永远不会的。常常用你情感去了解上，用你的感情去了解上帝，你不会的。看到没有？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灵人，你的上帝只跟你的灵人讲话，因为你的思想不能摆开，上帝不能相信你的思想，上帝不能相信你的情感。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是用思想来得着神的同在，思想一放，同在就失去。我们如果是用情感来得着神的同在，情感一放，同在也失去。有的时候我们很喜乐，就以为神是同在了，但是喜乐会停止，喜乐一停止，同在也就失去了。或者我们以为感觉悲伤流泪的时候就能感得同在，但是觉得同在，但是我们不能一辈子流泪，流泪总是得停止，不流泪的时候就不觉得神的同在了，因为思想情感的活动是行为，没有一个行为是不会停止的。如果用行为来维持神的同在，只要行为一停止，同在也就失去。必须是性质相同的东西，像空气和空气、水和水，才不容易分开。因为性质相同，所以能同在。
里面的人和性质是与神的性质一样的，所以能借着神的灵将同在显出来，外面的人都是活在行为里，所以能打扰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不是一个帮助，反而是一个拦阻。外面的人被破碎的时候，里面的人在神面前就不受打扰。啊，暂停一下啊，那你看啊，那他讲的一个情况啊，一个情况就是他举一个经历出来，我们常常用啊，用哭啊，用笑啊，哇，你感到喜啊，上帝同在，那喜乐会不见的哦，那个喜乐会停止的，你不可能笑的稀掉丁的哦，那个恐龙是啼笑了哦，你不能哭24小时哦，整天哭，人家也怕你了，你有到底有没有病？你不能以这样来做标准来衡量神的同在，这都是感觉来的。OK， 接下去佳慧，神灵认识神摆在我们里面做灵乃是神摆在我们里面做他的反应的。外面的人乃是围着反映外面的事的。一个人闪视神的同在，不能享受神的同在，乃是因为他外面的人一直对于外面的事有响应。我们没有法子把外面的事都除灭，但我们没有法子破碎，但是我们有法子破碎外面的人，我们没有法子把外面的事情停止。世界上千万亿超地造的事都要继续，如果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只有外面的事，我们里面只要外面的外面一有事，我们里面就响应。我们不能安静的继续的享受神的同在，就是因为有这个外面的人响应，所以与神同在的根据与外面的人破碎。神如果怜悯我们，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了，我们就有以下的情形。本来我们是非常好奇的，今天没有法子叫我们好奇了。本来我们的情感非常强，一有一件事就能激动我们，或者激动我们最细嫩的感觉，就是爱，或者激动我们最初的感觉，就是脾气。只要外面一有事情，我们就响应，我们就活在那个里面去，就失去神的同在。但是神怜悯了我们，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破到一个地方，有许多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里面不动，神的同在还在那里，我们里面就安静了。我们必须看见享受神的同在是根据于我们外面的人破碎。一个人能继续不断享受神的同在，乃是靠着外面的人的破碎。像劳顿斯在他厨房里面工作，许多人向他要东西的时候，声音嘈杂，盘子乱响，但是劳顿斯的里面不受他们影响。在他祷告的时候感觉神的同在，他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也感觉神的同在。何以他一忙碌中还能感觉神的同在？因为外面的声音不影响他，影响到他里面去。他有的人为失去神的同在，因为一有外面的声音就影响他到他那里，他哪里去？他里面去。OK， stop 啦。那我鼓励你，如果能够的话啦，我是很鼓励读书的啦啊。
啊，你能够你去买这本书，Brother Lawrence 这本书叫 Brother Lawrence Practicing the Presence of God， 啊，神的同在是一个很好的书来的。这个人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不是什么，他只是普通一个人罢了，普通一个信徒，信主。他叫 Brother Lawrence， 他是劳伦斯弟兄，他们说他是有代课，他本身是一个厨师来的，他在厨房里面。也能感受他声音，他整他教你如何去感受神的同在。这个人已经死掉300多年了啊，400-500年了，因为是16世纪的人啊。他是一个很普通一个人，但是他常常活在上帝的同在里面的。啊，是很好的一本书啊，还有英文，但是中文我从来没读过，读英文的啊。艾莉姐，有些不认识神的人想要保守神的同在。他们怎样做呢？他们要寻找一个环境是没有磐石响的。他们以为离开人越远，离开事越远，就能越感觉神的同在。他们误会了，以为难处是在磐石上，是在人的搞扰上，不搅扰上，不，难处是在他们自己身上。神不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磐石，他是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响应。外面尽管闹，但是里面根本不影响。外面尽管敲，但是里面根本不响应。主把我们外面的人打碎，我们里面就不响应。里面好像没有听见。感谢神，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灵的耳朵。但是因为恩典在我们身上的缘故，因为主在我们身上做了工的缘故，因为外面的人被破碎的缘故。那些事情来到我们外面的人身上的时候，就不再影响到里面来。磐石响的时候，就像肚子祷告的时候一样，人专一都在神面前，神前面。一个人外面的人一被破碎，他就不必再回到神面前来，因为他原是在神面前，所以不必回来。一个未经破碎的人，他去办一次事情，就是要回到神面前一次，因为他是出去了，所以要赶快回来。一个已经破碎的人，他从来没有出去，所以用不着回来。许多人因为他外面的人没有被破碎，所以一直出去，连做主的工作是出去，他最好不动，一动就出去。但是一切真是认识神的人，他们没有出去，所以他们不必回来。他们今天一天继续在神面前祷告，是享受神的同在。今天一天忙着扫地板，还是享受神的同在。外面的人一被破碎，我们就能活在神面前，不必回来，没有回来的感觉，也没有回来的需要。我们的习惯都是在神面前来的时候才觉得神的同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小心，总是觉得自己出去了一点。我们个人的经历恐怕都是这样，虽然把自己保守得很紧，但是多做一点事情还是会出去。许多弟兄姐妹总是觉得要把手中的事放下了才能去祷告，好像到神面前来的情况和做事的情况总有一点不一样。比如我们在这里帮助一个人，或者是传福音给他听，或者是造就他，等一等，我们需要跪下来祷告。要祷告的时候，总是觉得回到神面前一下，总觉得和人谈话是离开神一点。要祷告就得向神挪近一点。刚才好像是出去了，现在是要回到神面前来。刚才是失掉了与神的同在，现在需要再得着。或者我们做一点日常生活的事，像擦地板，像做手艺，做了这些事之后要祷告，总是觉得要回来一下，好像有一大段的路要回来。任何回来的感觉都是告诉我们刚才已经出去了。外面的人的差鬼就是使我们不能回来。我们和一个人谈话，要像和他一同跪下来祷告一样的感觉神的同在。我们擦地板做手艺，要像祷告一样的与神同在。
这些事不能使我们从神里面出去，所以我们也不必回来。OK， 暂停啊。那讲到这里，你看到没有？那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我们以为，哎呀，你想马上，我想马上，你可以想够，我也要回去。你看啊，如果一个人的破碎，如果你一破碎了，你就不需要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又出去又回来，又出去又回来？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啊，看到没有？你在跟人家布道，你在跟人家传福音，你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也是属于，因为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那这个讲了那么多经历，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告诉你，你们常有经历，这是里面没有。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讲方言，但是啊，讲方言有一个问题啊，也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每次你在讲方言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啊，每一个人不一样，讲方言是最直接、最容易来到神的同在里面的，不用那么多麻烦。但是讲方言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比如说刚才早上才跟我的老公吵架啊，已经是那个有那个情绪在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用方言祷告是能吗？能。所以你一定要突破。那讲方言祷告是帮助你，我再讲一次，方言祷告是你的灵受有果效，你的悟性没有果效，它是帮助你的灵能爬上来。所以你每次讲方言的时候，你是要你在做一个动作，其实你在做一个动作，你把你的思想，你把你的情感，你把你的肉体压下去，那你的灵能爬上来。所以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你不要感觉哎呦，但是我每一次感觉讲方言的时候是很 dry 的，是很 dry 的，是很枯干的。那个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需要五分钟，有个人需要十分钟，有人需要半个小时还在那边讲方言是没有意义的，也没达到神的。所以你必须讲方言来突破，让你的灵能爬起来，而压把这些情感、这些思考和你的情绪放下来。所以你必须要多要一个时间，不是你跟你说你每天用五分钟用方言祷告，十分钟方言祷告，十五分钟方言祷告是不够的，因为你需要把那个灵能压，你把那个肉体压下去。我所谓的肉体就是这个你从这所讲的外面的人，这些外面的人就是你的情感，外面的人指着你的情感、你的情绪、你的那个，你一定那。当你能够把你的肉体情感和情绪和思考压出去的时候呢，你不要外面找，你不要往上面找，听那个很重要，你要往里面找。每次我都过去，我已经把自己，当我把我压抑的所有的情绪情感中压去的时候呢，我就是做一个倒空的工作了，都是那么我的灵能呢就爬起来了。这灵能必须再往里面找，往里面去追求，因为圣灵在那里，你的里面，你的里面。而往外面，往上面，希望从天上有圣灵下来，不是这么样的。你想聆听上圣灵的声音，是往里面的。当你压抑所有情感情绪，你的思考，你那个自以为是盖高高所有东西压下去的时候，你让你的灵人去接受神对你的讲话。OK， 明白啊。OK， 最后一段我读啊。以一个极端的比方，在人的感觉里，最初的是人的怒气。圣经并没有禁止怒气，有的怒气与罪并无关系。圣经说发怒或者生气却不要犯罪，可见发怒可以不犯罪。但是发怒是何等的粗，发怒是几乎接近罪了。神的话里没有说爱却不要犯罪，因为爱离开罪很远。神的话也没有说温柔却不要犯罪，因为温柔离开罪很远。可是神的话你是说发怒却不要犯罪，可见发怒近乎罪。有的时候
有弟兄犯了很大的错误，需要严严的责备他，但这是不容易做的事情。慈爱的感觉容易做，愤怒的感觉不容易用，因为一不小心就落到另一个地方去，所以要按着神的旨意发怒是不容易的。如果有弟兄有姐妹认识什么叫做外面的人的破碎，而能享受神面前的同在，聆听着不受外面的人的打扰，能继续的与神同在，那么当他严严的责备一个弟兄的时候，他和他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同样的在神的同在中。或者这样说，当他严严的责备一个弟兄之后，他到神面前去祷告，不必有要回到神面前去的感觉，任何要回到神面前去的感觉都是证明他出去了。我们承认这件事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外面的人口破碎了，我们就能责备一个弟兄而不用回到神的面前来，神的同在还是同样的继续被享受。没人明白啊，来不用解释了啊。 OK， 最后一段，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你们回去读啊，不读了。 OK， 第五章，四种基本的不同种类的方言。当我刚成为基督徒，然后接着领受说方言的恩赐，那时我受教导，我只能在圣灵强烈地高莫使我无法忍受，并驱使我几乎用方言喊叫时，我才能在圣灵里祷告。然后我得知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并没有很多有关不同种类的方言的教导，因为在整体教会里有关圣灵的运行了解的不多，圣灵的功能不能凭天然的心思来理解。例如对天然的心思来说，这是愚蠢的，说一种你和任何人都不懂的语言，不仅能造就你并启发你有关神的事，还会让你开始完成你神圣的呼召。不同方言的超自然涌流，所以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这项很少人知道的第八种神的功能。不同种类一词，简单的说是不同，因此各样的方言和不同种类的方言两词告诉我们，方言有不同的超自然涌流和扩张性。教会界对于方言这个主题那么困惑的原因是，信徒通常想要把同一套的规则强加在方言所有不同的运行或彰显上，这样做就在信徒当中造成极大的混乱，也误用了圣灵的恩赐，以致世界不但没有就近耶稣，甚至连我们所提供的也不想要了。虽然有许多样或的方言随着圣灵的意识产生，但在神的话语概略叙述了四种基本的彰显。第一，造就个人的方言，哥林多前书14:14，这是圣灵透过我们祷告的超自然语言，只要我们想要，我们可以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祷告，它是随着圣灵的喜而来。第二，解说的方言，哥林多前书14:15，然后你旁边多加几个字，叫做方言的，不是解说方言。方言的，其实是他讲的东西就是方言的，因为他用英文翻译啊，就是觉得怪怪的。翻译的翻，翻一翻两翻，然后加羽毛，啊，龙背包啊。一个字五毛钱，那不用，我借你看，我借你看，谢谢谢谢。他钱呢？我借你看。哎，帮帮你。还是没看见。没有人看我的手钱。给。他偷看。没有人看我的手钱。给。抄完了，抄完继续啊。这种的语言，这种的方言的彰显，通常在公众聚会时呈现。
由同一个同一人或另一个人随后解说，或者随后翻译啊。第三，深切代求呻吟的方言，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这种多样化的方言，适与信徒忍耐，为这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等等，站在破口上，神也可能呼召他们成他们为不完全不知道的人或情况代祷的方言来的。第四，对不信的人做证据的方言。哥多前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这是五旬节所发生的现象。圣灵超越理性和一切语言的障碍，赐予信徒能力，以自己所不懂的某种人类语言来讲道、教导或见证基督。掌管造就个人的方言的功能的规则和掌管解说方言规则有极大差别。关于这点，掌管圣灵深切代求呻吟的方言规则也和另两种方言的任一种彰显截然不同，而呈现作为对不信的人做证据的不同类方言也有和其他三种不同非常不同的规则。在这四种方言的不同彰显当中，两种是被设计使用在信徒个人祷告生活、造就个人的方言，以及扩展进入圣灵深切代求圣灵的方言。其他两种解说方言和对不信做见证的方言，通常是公众聚会中使用。当信徒开始明白并顺着这四种不同种类的彰显，就会彻底完全地改变他的生命。So, 我讲到这里停一下。所以很多人误解，对方言的误解，是因为他们认为方言由始至终圣经讲里面的方言只是一个方言、一种方言。但是原来方言是有不同的功能，每一处的圣经讲的方言，有一些是讲我们圣灵充满讲的方言、领受的方言。在教会里面已经领受了那一种的方言，是你自己个人的方言，在领导、在建立你自己的灵人的方言，是另一个功能的方言。那另一种是在聚会当中圣灵运行的时候，大家在敬拜，当大家敬拜到一个 high peak 就是一个高潮的时候呢，停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呢，圣灵感动一某一个人就站在那边讲方言，卡拉巴嘎虚过了不过虚过了讲了方言，然后可能是由那同样一个人来翻译那个方言出来，又或者上帝感动别人把那刚才那个人讲的 方言翻译出来，看到没有，这是另一种的方言。然后另一种方言就是对着外邦人做见证的，这是我有试过。因为以前我们的教育是常强调讲方言的，所以我们就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和这样的机会，看到有不同的类似的情况发生。好，我说过，我有一次去印度聚会，那个印度安迪要出来祷告，然后我要祷告，他要领受讲方言，他倒在地上，他就开始讲丢救我，丢救我，起来爬去欧罗斯，起来爬去欧罗斯 cleaner。印度婆，印度女人，她讲潮州话，这对不信的人，旁边的人，那些来教会的人，原来上帝是真的，做见证。所以，然后他这里就继续解释，等下不要问，这边有解释了，到完了才问。造就个人的方言怎么样？他有深入解释来，我们继续读下去啊。造就个人的方言最常见，然而或许也是最独特的不同种类方言的彰显，就是造就个人的方言。这是我们被圣灵充满时，每一个人都领受的祷告语言。这是由神来使用，把神圣的秘密和各样的奥秘从他的灵转移到我们的灵。
在我小小的假设性说明中，耶稣第三次升上高天，怀抱着不同种类的方言，然后他把这种功用投入基督的身体，意思每一位信徒都有潜力领受造就个人的方言。如果有任何信徒要跨出去，凭着信心领受，这就是他的了。造就个人的方言是神最基本的基础性 功用，因为是神所设计，用来为你做传道人或教师所无法做的事。他借由在你灵里建立近前的特性来造就你，例如爱，对神话语有从神而来的看见，有智能能分辨对错和真假。你要明白，一位教师能告诉我们应该行在爱中，但他却不能给我们力量来做，那份力量只有从我们重生的灵而来，而方言祷告提供方法，让圣灵在我们灵里建立那力量。方言祷告和死人复活是同样的超自然，因为那不是从你产生，死人复活和这项超自然言语的来源都是圣灵的大能，唯一的差别在于恩赐提供的方法。你要明白，全部圣灵的九项恩赐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所列在七项神的功用和四种不同种类不同类方言的其中三种都是随着圣灵的意思而赐下，但有一种不同种类的方言是你可以照自己的意思运行，随时都可以，只要你想要，就在受圣灵充满之后立刻的，且是造就个人的方言。我但愿我能随时强而有力运行异能和辨别诸灵，但我不能，因为一切圣灵恩赐是照他的意思透过我个别产生出来，唯要造就其他人。可以暂停一下啊，那你看到吗？很多人的盲点在那里，兄弟们，很多的盲点，我们看方言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东西来。啊，这里讲到，这里作者讲到，啊，77面呢，方言祷告和死人复活同样的超自然。如果你把方言当作是一个话啊，可有可无啊，我要无尽的东西啊，你就错失了。如果你能叫死人复活，认为我就是很超自然，讲方言是超自然，因为从来讲方言不是你 blend 的。讲方言不是你想要怎样讲就怎么讲，是灵每一句给你的，你没有经过你自己思考，你脑袋思考去想要讲怎么样的方言的，这也是一样超自然。如果你认为死人复活是一种超自然能力，讲方言也是一种超自然的管道的，也是让你能够更属灵的。然后我又继续讲下去啊，很多人对属灵的恩赐，我们已经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到方言的恩赐了。在我看来，方言的恩赐是整个九大恩赐里面最小的一个恩赐，也是最普通的恩赐。但还没完，但如果这最小的恩赐和最普通的恩赐我们都不刻目，我们不追求，你不要跟我谈更大的恩赐。圣灵不是浅言，圣灵也不会给你更大更有超自然的恩赐。如果你方言恩赐你不追求，方言恩赐你不渴慕，继续接下去，这是一项，这是单有一项，他有一项简单的恩赐，透过我的勇于来牵着我并造就我，神在这项简单恩赐所做的，并没有做在其他人身上，因为他使我成为造就我自己的管家，这是一项值得注意的真理。我们已经被赐予这称为方言的简单恩赐随行的管家，运行的管家职分，现在凭着我们自己的自由
意志，由我们来决定要让圣灵透过我们的祷告多大或多小，多小来造就我们。任何时候我们想要方言祷告，所需要做的就是瞬间平信心的开始，圣灵会立刻响应，并开始在我们灵里深处创造那超自然的原因。而只要我们想待在祷告内室，他就会一小时又一小时继续地这么做。我们可以祷告十二个小时，那只会使我们在攀登附和神在我们一生呼召的资格上得着永远的益处。你要明白，这和某些人所说的相反，方言祷告并不会使我们变得奇怪。在附和圣经指导原则内的任何祷告类型，都只会高举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切记，圣灵和神的话是合一的。在圣灵里祷告，不但绝不会取消神的话，反而建立我们的灵，给我们有关已经包含在神话语里的启示性知识更大的明白。为什么？因为当圣灵透过我们祷告时，它总是和神的话完全一致，因此绝对不可能在圣灵里祷告得太多，造就个人的方言，只会加强在我们里面神话语的工作。当我们更顺从他，就助使我们领受并行在神更大的能力中。跳八十遍。跳八十。八十啊。第一段不要读，第二段读。造就啊。造就个人的方言，也同样培养我们的品格，这是最重要的。神要求圣洁，因为他的大能透过不圣洁的品格运行，至终会毁掉大能所永留的器皿。有一次我在聚会里为一个小女孩祷告，她非常需要创造性的神迹，却没有立刻得着。我极度失望，因为知道神要看到那小女孩健康。散会后，我既困惑又悲伤地回我旅馆的房间，求问神为什么没有神迹发生。主告诉我，他关心那小女孩，也关心我。他说，除非我的品格在他里面更加培养，否则他必须保留铸成那种创造性神迹的那种必要能力。如果以我当时属灵的成熟度领受了他那种程度的大能，必定已经毁掉我了。直到我们没有什么是比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更重要的，否则他的大能对我们不会有好处。当我们在他里面长大成熟，就会成为对他越来越有用的人。造就个人的方言是不同种类的方言，唯一我们能刻意运行，只因为我们想要已达到那成熟的境界。OK， 再来这里。所以你就能看到为什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兄姐妹的属灵程度不一样。那讲方言，上帝没有逼你们。你可以在家里面讲，你也在教会里面讲，或者选择选择不讲。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已经列明很清楚了，讲方言是造就你，造就你的人。当你不讲，上帝没有强迫你。所以这样的讲说明为什么有些人属灵的程度很高，有人属灵程度很低，有人信了耶稣他没有成长，
我觉得最快速成长在组里面最快速成长的一个方法就是讲方言，讲方言。所以你能够领悟，你有能够领悟到很多属灵的事情。给我们看第二种的方言，解说方言。到谁啊、来？解说解说方言的发生，就当信息以不知道的方言说出，按着以我们的母语解说出来，作为神给教会的信息。我们不能随时选择运行解说方言，有些人声称能够做到，但我们能，但我从经历知道我不能，我知道但这特点，特定的圣灵恩赐临到我身上时，是不同于我用方言祷告就造就自己。许多次我渴望任意行平易自运行这顶不同类种类的方言，但那不代表我能够使它发生。我可以祷告或求神或我解说出来，让我解说出来，但那不代表我总是能够我总是能够做到。会有那样的时候，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神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解说出来。然而我们不能只因为自己想要就运行解说。 OK， 那讲到这里，我们教会，我反观我们的教会恩典堂，是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就是刚才我形容了，在聚会里面有人受灵感动讲方言，就是在聚会里面讲那个方言，那个方言的意，方言的恩赐说带出来，说讲出来是有意思的，不是没有意思的。他讲完之后，然后由另外一个人感动来翻那个方言，或者由那个本身讲方言的，他来讲出来的方言呢，他来解释，他来翻方言。那我们情况教会里面没有看到这样情况，不是因为圣灵没有运行，也是没有圣灵，也不是圣灵没有感动。但是我发现到很多时候，基督徒很多兄弟姐妹害怕，他们把那个话题讲出来。那我本身就没有了，我本身不是没有感动，我本身我的理解和我的思考是不能通，因为如果我一个人，我避免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如果我是你感动，我把那个方言讲的咔巴拉个宣了，然后又我自己来翻译，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东西，就是人家觉得说你是在作秀，你是在自导自演这个东西，人家就反正一个产生一个怀疑。所以我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我宁肯由这个感动由别人去感动，我没有这样做。我通常呢是超验预言的恩赐直接讲出来了，就没有方言了，因为我知道这样会直接会造就人，因为圣经讲很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里面讲说，在教会里我宁肯讲五句能够造就人的话，胜过万句的方言。我在自省这个里面，所以我通常圣灵感动我呢，我都是用预言的恩赐，而没有去讲方言或者方言的恩赐。但是我希望这个东西要有，在我的教会以前，我的教会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常常有这样的恩赐发生，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恩赐来的，这最基本这个圣灵给的语言的恩赐来的。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一个教导，没一个很 solid 的教导，或者已经教导人家不敢超越。我有曾经有，因为圣灵的恩赐，我不是我没有教过了，我也解释过了，但是没有人害怕，面子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踏出来。OK， 明白啊？给接下去，深切代求圣灵的方言。深切代求圣灵是一种一项不同种类的方言。
当我们允许神把我们转成为他儿子的形象，他就带我们进入。这是第三种主要的不同种类啊，种类的方言。再一次，这不能靠我们自己的意志而产生。我们可以用悟性祷告，并为我们所认识的人代祷。举例说，如果我知道我的一个儿子要去应征工作，我可以用悟性祷告，当他见到可能的物主并回答了问题时，蒙恩会又有知能。然而如果魔鬼已经设计在他面试的途中用大货车压扁他的小脚车来取他的性命，我是无法预知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圣灵会牵引我进入深切代求的森林中。我不知道怎样祷告，但他知道。如果我们顺服神，圣灵就会带领我们为家人、朋友圈中甚至从未见过的人代祷。神已经呼召我们去做为他人的利益而讲求饼的人。在路加福音11:5-8，耶稣刚刚教训完门徒主祷文，在这段经文中他继续教导，并没有改变祷告的主题。耶稣又说，你们中间只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哪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大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搞了，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自求，他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在大岛中，我们成为中间人为朋友求饼，我们是站在破口上的人，我们不是为自己求。如果朋友没有来我们的家，我们会睡着了，因为我们并没有需要，我们是为了朋友的需要而做中间人。根据定义，这就是代祷者。别吵，你可不可以跳到？所以你读很冷不了哦，还可以读马大。OK， 你就跳到为不信者85，做证据的方面。当我信主没多久时，以为为不信者做证据的方言是发生在那些疯狂的无神界教派的聚会中。在我那段超圣洁的日子里，我的教会也有时也有。但在我亲眼看到这个情界的许多偏差之后，我重新考虑我的结论。有人带了一个访客到教会，访客只是坐在那里体验聚会，忽然间鸡种鹿姐妹跳起来，开始用方言尖叫，同时像母鸡那样摇头晃脑的寻找地上的玉米粒。那里人怎么了？访客问道。哦，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蒙福了。后来在聚会里，有人问这位访客，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吗？哦，不了，他说，我的颈部有毛病，不知道能不能经得起圣灵的祝福。我终于明白，在那种情况下，方言并不是为不信徒做证据来得救，而是让不信者认为基督徒疯了的表征。于是我开始问神，什么时候方言才是为不信者做见证、做证据？当我在侍奉中得着一些经验时，主就把那问题的答案告诉我。现在我能确实地告诉你，方言在何时为不信者做证据？当圣灵超越你的理性，转授你能力，以你先前不懂的任何事上的言语来说话、传讲或教导的时候，立正说：“如果我举证说，如果我有一个举例说，如果我在一个印度部落讲道，在我翻译忽然死了，
为天家与耶稣同在，我就要选择相信一个重大或是小小的神迹了。我可以选中重大的神迹，并捉住他的两朵衬衫。衬衫在他自臂自拉起，说：“没有人那么简单就脱离我的聚会。我起来，你有工作要做，或者我可以请招待把翻译抬出去，希望圣灵选择在我身上运行，使我能够用这群人的言语传讲剩下的信息。我的朋友，后面那项神迹只随着圣灵的意思发生，且是当年为不信者做证据的一个例子。直到今日，这种特别的不同种类的方言在我的侍奉中发生了十九次，例如我曾经以印度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德语讲道，每一次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可以 stop， 明白吗？好，可以吗？那我的牧师是受英文教育的 ，OK， 他的英文是很好的。坦白说，是我听英文最好，其中讲我讲听到那么多的英文讲到英文的牧师，他的英文是讲的最好的，但是他中文很烂，烂到极处。但是我真的是很不能不折服在圣灵的大能的底下。他跟我一起去中国，我替他翻译一场的讲道。之后那一场的讲道之后，他说：“麦克，我不要你翻译了。”他直接讲中文。我听他讲道，他用中文讲道，我整个魔鬼成员根本不是他。他讲道很好很好，当然不是很深，是浅白的中文，但是全部他讲得很好。那些的人受感动，流眼泪，被圣灵触摸。你必须要避到一个地方，或者避到一个山穷水尽，你愿意让神来使用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我的第一次英文讲道也是一样，因为我是受中文教育的嘛，我们不习惯讲英文，讲英文是我们的，对我们来讲，受英文中文教育的人，英文是第二个的语言，不是第一个语言，所以你要讲英文的，你总是要想的。等我想来要讲道啊，已经是很闷那个道了。但是有很多时候，我经历到因为圣灵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哎，这个词是我本平常是不会用的词，突然间跑出来，那个是圣灵给你的，还记得吗？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当你被带到会堂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该讲怎样的时候，圣灵会给你字来讲，就 exactly 什么意思？看到没有？所以圣灵放你在我们身上很大的用处。OK， 我们又在跳了啊。OK， 还没有跳之前，我们回到刚才啊那个艾琳读的圣灵的祷告。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每一个人，听好啊，是一个很不是复杂，但是这样的，不是每一个人有这样的恩赐。替人代祷的恩赐，但是每一个基督徒是圣经命令我们，也教导我们要替众人代祷的。但是有一般的人，他是很特别的，上帝是24 hours 24小时 on call 的，半夜上帝会叫醒他的，来为国家祷告，半夜叫醒他为某些人祷告，这是代祷者，这是跟普通信徒为其他人代祷是两回事。他们是上帝选用征用的代祷者，随时随地站在破口当中堵住那个破口，他们是很重要的人，甚至在国际祷告之家里面的成员，他们是给薪水什么都不做了，是24小时在祷告的。他们祷告一天最少是8个小时，因为他们主要工作是祷告，他们是真正的代祷者，他们能够知道很多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代祷者，没有那没那第一，我再回来讲啊，就是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我要一个了解，对先知有一个了解认识。先知的第一个神圣工作不是做先知讲道，
先知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带刀者，他这是一个伟大的带刀者，他的工作最主要是带刀。当我举例，当这个扫罗王跌倒的时候，萨摩怎样做？萨摩做了什么？萨摩圣经讲他终夜为他祷告祈求 哭求上帝，祷告到一个程度，上帝说你不要祷告了，我已经放弃他了，拜拜。所以每一位先知最大的工作，最不是来发一言或者讲一言，是祷告，为国家祷告，为他会感受到很多的东西，啊，人家没有感受到，他先能够感受到。就好像我上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举例把我的那个见证告诉你，上帝告诉我伊拉克会怎么样，我们是有带到的，我们随时随地，我要跟你讲到我半夜起来为什么感觉到我的脚痛，我会感觉到痛，这是一个恩赐来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呼吁，被呼吁，被劝导，要为众人祷代求，可以明白吗？可以吗？没有问题，我就继续再谈。我们要问题的时候，等一下一起问啊。接下来有问题，我们赶快给他做完整来啊。翻开91面，哇，你看读书很快啊，其实不难的啊。91面，其实都是方言的吗？哎，谁的受了？啊，我的受了。OK， 哎，其实都是说方言的吗？现在你们明白四种基本不同种类的方言，就能更明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29节和30节所说的。他问几个问题，一开始他问到：其都是使徒吗？其都是先知吗？其都是教师吗？其都是行义人的吗？29节，所有的问题正确的答案当然不是。保罗所说的这些行义人的是谁？他们是指那些行义人的人，这是圣灵恩赐其中的一项，来符合五种治世的资格。不，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有这项圣灵的恩赐，在他的生命中运行到一个程度，使他们符合五种治世的资格。但在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人是蒙召完成马可福音16章16节到18节使徒的大使命，说新方言，手按病人就必好和赶鬼，而且有时候按照圣灵的意思，也确实包括行义能。这些被圣灵赋予啊，我读错了，都是读错了，天赋赋予啊，什么呀？刚才读错了，赋予行义能资格的五种知识的侍奉者，包括 William Branham 啊 ，George Jeffrey 啊 ，Mary Edward Edwards。还有 Catherine Kuhlman， 给你看到 video 的 Catherine Kuhlman， 这些传福音的各个站在神所安立的职分上，由圣灵九项恩赐的某种组合，赋予能力。所以当保罗问其都是行义人的吗？答案是不。接着第30节，他继续问到其都是得恩赐医病，原文是医治的吗？不，当然不是。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方言的吗？原文是解说方言的吗？我曾经我但愿保罗省略有关方言的问题。事实上，很多不相信这时代能说方言的人都拿这经文作为争论的依据。人来谁？人习惯讲这经文来谁？都哪些年工？其都是全部讲方言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讲方言的，这是错的。这样想法是错的。当你明白有四种方言的不同的方式的时候，你就明白哦，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好像带球的方言，它不是每个人有的。我会半夜我会炸醒，我不知道我缘故的，我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会半夜睡到熟，半夜3点醒起来，半夜4点醒起来，我就在那边咔啦啪啦去个了，啪啦啪啦啪啦，半个小时我就睡下去了。然后隔天，可能过两天，身体还告诉我那一天是什么事情。所以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哦。OK， 上次我遇到这么做的人是一场婚礼上，我不是故意的，却和一位暴躁易怒的奶奶起了冲突。她是道道地地的浸信会女士，她当着我的面站起来问道：你是什么宗派？她很关心，因为我是为她的孙子和新娘证婚的牧师。我问这位祖母是否听过 Kenneth Hagin， 听过Fred Price，
听过 Kenneth Copeland， 他一个也没听过。于是我就问他是否知道神召会，Assembly of God， 他说过，哦，我听过，是林恩泰，你是那些人之一，你有你的主张。我问夫人，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明他是自己的教会背景所学到的，他已经受教导，根据哥林多前书12:28-29，神在基督身体里安排了一些人做使徒、先知和教师，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到这每一个职分中。然而，他说到更多前书12:30，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其都是放方言的吗？我问他，那么其都是说方言的吗？他说，他回答不，他在这里和所有其他的知识并列，并不是人人都应该说方言的。他所理解的是，我们都蒙召到基督身体的某一个独特地位，在那里我们会觉得自在。我说不，夫人，我们是蒙召到一个身体，是人带来纷争。那么他回答说，为什么他说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如果我们都应该说方言，保罗就不会问那个问题了。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没有答案给那个娇小的祖母。正如我说过，我认为如果保罗在经文省略那个问题会比较好，但他没有，所以最终我还是必须对付他。我终于注意到保罗在30节所问下的一个问题，其都是解说方言的吗？且明白到保罗并不是说第二种不同种类的方言解说方言，他不是只造就个人的方言这项恩赐，所以保罗是问其都是在公众聚会里运行说方言和解说方言的吗？答案当然不是，并不是人人都蒙召运行那不同种类的方言，但全部都是蒙神呼召所造就个人方言，也就是第一项不同种类的方言，听明白没有？所以你们明白了没有？所以我要你们明白啊，兄弟姐妹，你们很重要，你们不明白，信徒就不明白了。我希望以后并不是我每次都来教圣灵，我会很喘。如果我们以后教会有很多，我们要开五十间教会，那已经我老塞帮塞别五啊。我希望你们去教导，我需要你们由你们去了解圣灵，由你们去祷告给人家，让我们领受方言。那我接下来的 plan 是这样，我接下来的 plan 我会这个要完了啦，再多一个两个月我们就读完整个圣灵的恩赐了啦，完了。我接下来要跟你们讲圣灵的智慧，就是上帝把五重智侍奉在教会里面，就是教师、先知、牧师、使徒、先知和传道，所以五个。这五个呢，我已经以前有讲过，但是给信徒的，稍微这样带过了。我会很深入的跟你们讲，一个牧师应该真正有的职分应该做什么，我会告诉你先知要有什么，我会告诉使徒是什么。然后你再去看观看现在所谓在全世界各地他们自称为使徒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先知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我要你们看清楚。然后你要认清他们的职分，而认清他们的工作，而欢迎他，而不是阻挡他们。今天还有先知吗？有。今天还有使徒吗？有。但是我们不要被那些不是先知而自认先知的来阻挡到我们去认识他或者去拥抱他们。 OK，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恩赐过后呢，我就会跟你们讲恩条。恩赐是上帝给的，你怎么求也没有的，也不会，不是你求就有的。恩高你必须自己自供自给，你必须要求，你必须要装备，你必须要在神里面你才有恩高。恩高会失去的，恩赐是不会后悔的，不会失去的，恩高会失去的。所以保罗，所以大卫说，不要从我的身上拿走你的圣灵。这里讲的时候不是讲恩赐，这里讲的是他身上的恩高。有些人会失去他的恩高，因为犯罪；有些人失去他的恩高是因为他们不顺；有些人失去他的恩高是因为他们不走在上帝旨意里。
所以我要你们认识恩膏，来建立自己的恩膏，你个人的恩膏，上帝装备你来服侍。为什么恩膏需要？因为你有要恩膏才能装备服侍在你的岗位上。这是我下接下来下半年的 plan 啊，就是这样。听啊啊呀，还有时间吗？时间还没有完呢、啊，要时间我讲完了。哎，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有拿，这个有拿来吗？两条鸡，第九课加4方言的恩赐。所以没有，应有的我已经分了，我早早就分了。好像上次水九也没有来，谁帮他说？我们帮他准备是可以的。要休息一下吗？不用了啊。点名你休息录完，回来就进行。OK。我再讲。第九说方言的恩赐，那我再讲。我们讲方言、说方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标准。和一个生活的必须要的，因为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讲，真不是对我来讲，是圣经这么讲，马可福音上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不只是我安病人，不只是赶鬼，不是只是说方言，也是一个。所以那时候我可以选择不说方言吗？谁去窄路，随你的便，随便你啊，没有随你的便的、啊，随便你，随便你。但是你失去了很大的祝福。OK， 我们来看经界，我不讲了。中心真理，说方言中，为什么要中？没有中的啦。OK， 突然中有一个中跑出来，说方言是说的人从来没有死地过，说的人明白。说的人明白其内啊，说的人明白其内容，听的人也哦，对，来，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啊，改一下，注意啊，说方言中没有啊，是指说的人从来没有学习过，说的人不明白啊，不啊，哎呦，要我有点不加多啊，加多啊，你看，不明白其内容，听的人也不一定理解，但却是圣灵超自然的话语。明白啊？我再讲一次啊！说方言是人从来没有学习过，说的人不明白啊，不嘛加个不嘛，不明白其内容，听的人也不理解，但却是圣灵超自然的话语。明白啊？明白啊 ？OK， 接下来讲，说方言的恩赐是语言和语言能力无关，以及录语言能力人，它也跟人的智力和思维无关。不管你多厉害思考无关，这本是语言的神迹，说方言的恩赐是语言性恩赐最为突出，这不意味说方言恩赐是最大的恩赐，它突出有几个原因。为何说方言恩赐在某个圈子是如何强调？我想被问为什么神家会如此强调说方言，答案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强调说方言。我们常常被问及这个课题，所以我被逼回答罢了。不是我们强调，是因为我们常常被问，哎，什么你们讲一定圣经中嘛，一定讲方言的咩啊？常常被问，我们常常被逼回答。第二，每当人被圣灵充满后，都会有说方言恩赐的彰显，这是必然的，对我们来讲。第三，说方言在聚会中最常发生，并且常成为恩赐。一波。我不能期待每个聚会都有神迹异能啊，什么不能？但是说方言是最常也是最普遍操练的一个恩赐来的。第四，说方言和方言是神给这个时代独有的恩赐。我们看到九样恩赐里，除了说方言和记方言都，除了说方言和方言都在聚会发生，就是说这七种的恩赐在聚会已经发生，但是只有方言和说方言在新业里面是没有。啊，在旧约里面是没有发生的，因为旧约人都没有讲方言的嘛，明白吗？
耶稣的服事上，除了说方言和方方言以外，其他恩赐都彰显在他身上。为什么我要讲方言？我要一直在强调方言，因为旧约没有讲到，因为耶稣的时代没有讲到，所以来到这间教会是给教会的时候，我必须常常要强调，而多多讲，我并没有强调，是因为必须要讲的。第五，保罗最强调说方言的，他是这样做，原因是说方言常被滥用即误解。保罗说，我常常那个时候其都是讲方言的吗？我说那个人问我说，其哪是哪？保罗讲其都是讲方言的，答案不是吗？但是同样写这个其都是讲方言的人，这个保罗呢也讲，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中文还要多。如果他不看重说方言，也不讲方言，他不讲这句话。我们接下去啊，说方言一个超然的现象。耶稣在马可六十六章17-18节，信的人必有神迹赶鬼，说方言者能人生，如何什么毒物也不说来说来病人。OK， 有思考的人都不会辩论这以上四种现象都是超自然的，对不对？对不对？超自然的。所以说方言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迹象必须随着我们这个信的人，我们这边信的人，这是符合圣经的证据，也就是圣灵充满过后的明证。有不同意的人反驳说，施洗约翰也是圣灵充满，但他没有说方言，以前的先知也圣灵充满，他们并没有说方言。我回答说，是的，但我们不是活在旧约时代啊。好了，我们不活在这些时代，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活在教会时代，我们活在圣灵的时代。以往怎样不意味现在也要怎样，我们要圣灵充满，我们是根据神给这个时代的，不是给旧时代的，是给现在的时代。所以我们该根据使徒时代，而不是旧约时代。我们不可能回到旧约里，因为我们不能活在那个时候。听进来还有10分钟。施洗约翰是旧约里最后的一个先知。耶稣说到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没有比一个信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更美的业，建立在更美的应许上。希伯来书8:6，尤其是圣灵充满说方言的恩赐上，说方言灵修的恩赐。我们强调说方言是强调该强调的地方上，基本上说方言是灵修的恩赐。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要多，他其实是说明了说方言的用途和目的并带来的果效。说方言是灵修的恩赐，在我们祷告生活里敬拜和赞美神。保罗教导这恩赐也是在聚会中操练的，他在哥林多前书12:30说，其都是说方言的吗？因为有些人用这处经文便结论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方言的，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但不一定说方言。可是那你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是指着聚会中服侍教会服侍弟兄的恩赐，因为他说在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人，再次是得恩赐疾病帮助人，这里是说方言的。保罗说其都是使徒吗？不是。其都是先知吗？不对。其都是教师吗？不是。其都是行义人？哦。其都是恩赐疾病吗？不是。都其都是说方言？也显然不是，因为保罗这里指的是服侍教会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明白啊？明白啊？刚才也是有稍微讲过了，所以我们就带过了。我们不必太在意我们所说的方言是否服侍到教会或者服侍到人，我们应该在意的是我们说方言有没有用在我们灵修时敬拜神。我们不要忘记，说方言不仅是圣灵居住我在我们里面的凭据证据，它更是我们毕生灵命追求的帮助。它是永不窒息的泉源，使我们灵属灵的生命更丰富起来。保罗似乎告诉我们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他说方言不仅仅是个人灵修上，在聚会的时候也应该用，也不只是说方言而已。
而还有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万句的方言。说方言恩赐的用途不是教导，也不是讲道。我要是在讲台上讲一小时的方言，够了不够时间的了吧？这对教会毫无益处。说方言使我得造就，但听的人没有。因此，我用人听得懂的话教导，对教会才有益处。保罗说他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并非要放弃说方言的意思。他只是告诉哥林多教会，个人灵修和聚会中操练的方言是有分别的，明白啊？我这比较容易明白啊。说方言公众的服事，第三种就是刚才他讲的第三种的第二种的服事啊，第二种的恩赐啊的方言啊，上帝会会在啊，像别人啊，所以他是比通的啊。上帝会在一些人哎。会用啊，所以会在会用一些人在聚会中啊，所以会用啊，所以我加个也用啊。上帝会用一些人在聚会中使用说方言的恩赐来造就教会中聚会中的人，但这恩赐不是给所有聚会中的人。就说方言的恩赐，保罗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自导，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翻出来，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两个人至少三个人的希腊的希腊原文是指个别人说的，不是指所有的人说，指一些人说的。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哥林多教会它的背景是外邦人的教会来的。哥林多城如果你上过我的信念概论，你知道吗？哥林多城呢是一个充满拜偶像的一个城市，所有的偶像、所有的神像、庙里面都是很多那些女祭司。其实那些女祭司就是妓女来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当他那些男人或者那些男人来到那个庙里面跟他结合，跟他有个性交的时候呢，他们就跟上他的神有交通。所以那来到教会呢，啊，你会看到呢，上帝很奇妙的，那里偶像多，那里的教会恩赐随恩赐就彰显多。更多教会是充满很多恩赐的教会啊，他们多到一个程度啊，每个人都急的要讲，急的要表彰显这些恩赐。保罗说那个次序太乱了，保罗说不能叫这样前来公公，要按次序来，两个顶多三个，不要一直大家都讲到找到机会很乱。你们要按着次序，我们现在我们有这样情况吗？我们没有，我们都科目多，我们能够像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我们现在教会太人轻了，太有次序啊，次序到圣灵要运行的目的。你要那个两个不同的极端，现在保罗要管透他们，哎，你们管透一下，不要这样多到一个程度，丰富到一个程度，保罗要控制。我们现在确定教会什么？现在教会是因为少到很可怜呐、啊，我们不怕有这样的东西发生，我们渴慕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没有啊，看到没有？所以保罗讲并不是要禁止人家，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当时教会的情况是没有，而是太多，所以是太多了。而我们今天的教会太少了，明白啊？简单地说，保罗要哥林多教会聚会时操练说方言的恩赐，不可多过两三个。他继续说，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他的意思是说，或许有更多的先知在场，但只好有两三个人发言便好了。让我们柔和的在主面前，在属灵的操练上，让我们安静地、敬畏地向他敞开，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嘞，这个是个赞了。OK， 我是列为三种啊，他是列为四种啊，因为我们有讲到那个叫带球，我们不想把带球的恩的方言带进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和经历，所以这个已经讲了。
那你们回去自己看这个展哦，这样就完了 ，OK。